慧老师哈，仰望很久的，你们有的都已经很认识的，没有认识的，我看在佛教界啊，也已经啊仰慕很久的，我们的上慧下律律师啊，我们的上慧下律长老，在是佛教界里面啊非常难得的年轻长老。刚才我已经过了他的辩才啊，他的法言觉得很广，人家要运动作动过很多的关系，把信徒送上去讲堂，去国父纪念馆听。他不用，他只要发布某某日要讲经啊，那个体育馆就会爆满。所以以他的这种声望，以他的这种过去式的这种福报啊，你们能够听到他讲课啊，我相信非受益会非浅。我绝对不敢占用我们慧律长老的时间，我们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来感谢他今天的光驾临啊，感谢他到义后是来放光啊。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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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请放掌啊，诸位校长以及老师啊，来参加这个佛学夏令营啊，教育啊是百年大计，是佛教最重要的一环啊。那么身为校长和老师啊，都是受过高等教育啊。不过学生之道易，学死之道难，学习如何生存这个很容易，但是要学习怎么样死亡死得很超越，死得恰到好处，而且能够解脱，这就相当的学问了。所以今天来跟诸位啊谈一谈生死学最重要的临终切要。临终有的人很忌讳去谈到这种死亡的问题，恐惧死亡并不代表你可以摆脱这个死亡，因为在未来的某一个时间跟空间，你一定要去面对它。所以解决问题的最大的最好的办法就是面对它。有的人一直不讨论这个死亡，或者是临终，或者是事先的准备，这是错误的。因为在未来的某一个时间跟空间，我们一定会消失在这个世界，这是必走的路。处理对了，我们的神识往生净土；处理错了，堕三恶道。所以这门生死学是每一个学佛的人，不管老参，不管初学佛法的人，都一定要正确的认识，同时要把认识的广为宣传。那么在这四个钟头里面，要把临终切要要全部谈完，所以啊只能点到重点式的点到为止，并不能举太多的例子
举太多的例子、啊、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啊。诸位请翻开你们这个小册子，临终切要。一，病重的时候，高僧大德生死自在，这是另当别论。但是我们今天的课程是针对一般的凡夫俗子，平常也很少修行，那么也有时候念念佛也太忙碌了，死亡的时候不是很自在，是针对这一些普遍性的众生来说的。那如果是高僧大德，他生死自在，他一坐坐脱力亡，哎，有的站着往生，有的坐着就往生，不在此限。好，一病重的时候，病重的时候应该怎么做呢？要劝慰病者啊，要放下万缘，要安慰他。一个人的心愿没有了啊，死的时候啊，眼睛啊真的很大，挂碍啊，挂碍啊。人的惯性意识啊，认假为真呢、啊，色身已经快结束了，意识一直想活下来，内外矛盾，又没有能力站起来，又必须接受死神的降临跟审判，又不得不离开这个世间，心想活下来，肉体做不来，这个时候啊放不下，所以啊要安慰这个病患的人呢、啊，放下这个万缘，这个很重要，第一个过程非常重要，要安慰他。哎，比如说啊，哎呀，隔壁的欠你的汇钱，妈妈，我会去收，他欠你120万，我会去收，你就死吧，不用烦恼，就哦一听，120万有着落了，好了，可以走了，这个差很多的呀、啊，哎，差很多的，哎，有的还不到120万，3万块眼睛就闭不起来了。120万还算很多了，所以要劝劝他。哎，还有这个儿女啊，婚姻啊，还没有完成啊，通通叫他放下，因为执着还是没有用啊，要劝他放下，一心念佛啊，以免挂碍跟执着，这个很重要啊，要安慰重病的人。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能够来玉佛寺参加夏令营，平常就要信念放下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，内心里面要关照这个无常，世间为我所用，非我所有，没有一样东西是我们的。哎，佛陀说，人之所以痛苦，在于追求错误的东西，一直到死，他还是这么执着。所以平常就要训练，要训练，一次再一次训练啊，放下。第二，如果已经回天乏术了，没办法了，切勿急救，或者是使用啊复苏器，就是这个要等医生宣判呢、啊，医生宣判呢、啊，说没办法了啊，家属其实也可以认知啊，说这个人实在是没办法
再熬下去了，再多的急救还是没有办法免于一死，这样就不要增加重病人的痛苦，不要增加重病人的痛苦啊、哦！所以啊，要提前就做准备啊，是以免徒增病者的痛苦啊啊！因为翻过来翻过去，翻过来翻过去，哎，像我们以前，我念研究所的时候，去给人家助念，助念的时候，人家说：“哎呀，林居士啊，哎呀，我是不是可以请他的家属啊，哎，他的孙子啊来看一看呢、啊，做最后啊，见见面呢、啊？”那我们那时候是居士又跟他讲不好啊，可是他也不听，哎，就叫。叫来啊，一个人都快死掉了，哎呀，这是奶奶呀、啊，那个是阿牛啊，你认不认识啊？哎呀，人就是要想要做见最后一面呢、啊。其实这个时候最重要的就是全力以赴的念佛，你再见面又有什么用？你叫阿牛来，叫阿麻来，怎么能够帮助一个临命中的人？这个时候叫什么人来都没有用了，没有用的。这个时候要一心念佛，帮助他了生死才对啊！啊，我们一般人都做错了，要不然就是拼命的哭，拼命的哭啊！先生要死的时候，哎，老婆就拼命哭，哭得很厉害，对不对？或者是公公。婆婆要死的时候也拼命的哭，哭的时候就摇这个身体啊，丢下我一个人怎么办呢、啊？哎呀，财产还没有分呢、啊，当然是哭这个了，不然哭什么？一般都是哭财产呢、啊、比较多，哎，财产都还没分呢、啊，那怎么就走了？哎呀，拼命哭，哎，我财产还分这么少，啊，对不对？都是这个，一般的处理就是错误。哎，所以有一次我去台中啊，我的学生一个台大的学生，因为我以前去台大上过课，那他的爸爸啊得到肝癌，肚子胀得很大，他说呀，林老师啊，那时候是居士啊，林老师啊，你这个来帮帮忙。哎，啊，结果去帮忙可以啊，只有他一个人信佛，全家都不信佛，还是拼命的在那边哦摇啊摇啊，摇到后来哦吐血了，哦吐血了，啊，不忍让他死啊，啊，他只有一个人学佛，所以啊要度全家人学佛，他才有共识啊，你只有一个人学佛，力量不大。你看全家信佛，哎，所以这个临终啊处理错误啊很糟糕，脸都发黑的，就吐血了，一直拼命的咬啊，希望他活起来，那没办法的啦，没办法的。我们的未来的某一个时间空间，我们也会消失在这个世间，所以啊今天来听课最受益的就是你自己，哎，你自己，你临命终的时候交代清楚，哎，人家哭着说你莫给他哭，哭我做鬼给你抓，哎呀，莫给他摇，不要摇，摇起来我愤怒起来麻烦了，做厉鬼啊，哎，先讲清楚，所以啊，处理要正确啊。第三啊，再看第三。假设啊，这个药啊已经没有效了，应当尽快的送回家，啊，让病者在熟悉的环境断气，尽量不要在医院断气，因为在医院啊，他那个没有一点人情味，像啊。处理这个死人啊，像丢这个鲨鱼一样的，冷冻的鲨鱼一样的，
因为我们呢，像师父本人呢，至少助念过好几百个人，他意愿在处理的时候，他不尊重什么尸体的，不尊重亡者的，丢来丢去，你在这里助念，就是我们这里不可以念了，念佛念那么大声，你吵到别人了，吵到别人了，就这样子，而且医生很凶。到我现在来想都想不清楚，为什么医生会那么凶？一个人死了，在旁边念佛，还很离那个病房很遥远哦，都没有吵到人哦，医生还是很凶。不晓得是不是读七年就比较拽一点，唔知咧拍啥悔啊呢，做派啊呢？啊，那我们助念。啊，所以这个就是在医院往生呢、啊、就很麻烦，在家里啊往生呢、啊、也比较熟悉，啊，看不对赶快运回、啊。有的人说，哎呀，家里都没地方啊，你放哪里？你就要先想清楚，如果你的家人往生，妈妈、爸爸，或者是公公婆婆往生，或者是老婆啊。那你怎么处理？你要先有一个概念，突发状况的时候你才有办法处理。真的，我绝对不是讲不吉利的话，我是讲很吉利的话，早做准备，临命中应该怎么处理啊？因为什么时候发生你不知道呢。真的，一个人一个暑假游泳溺毙了，冬天吃鱼啊吃盐子汤噎死了，早上洗脸一面汤水噎死，人要怎么死你不知道，随时随处随地都死亡。像我们那个同学，美国的托福考上了，狗啊，美国的托福考上了，要到美国去留学了啊，晚上啊肚子饿，出去外面骑个摩托车，要买个面包回来，车祸 还去撞到安全岛了，自己撞死了，撞到电线杆安全岛了，撞死了啊，什么都护照什么都办好了，要准备到美国去，一下子就生命结束了。哎，生命很短促的，真的很短促的。你想想看啊，你今年几岁了？把你的年龄乘以二。我像我今年 ，I'm 47 years old today. If double, 94 years old. 我今年47了，如果乘以二，就94了。啊，94了，再乘以三。就多少141啊，三七二十一，三十四，141岁啊，有乘以三的吗？对不对？哎呀，差不多了。所以有一个信徒常常祝我，师父祝你活到200岁。我常告诉他，你这种是很残忍的祝福，很让你活200岁，你要吗？牙齿都掉光了，眼睛看不到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吃饭吃这边撸了这边拉去，你要吗？对不对？早上起来一边刷牙又可以吹口哨，因为是假牙嘛，整排假牙拿起来刷牙，一边刷牙又可以一边吹口哨，那个日子怎么过啊？对不对？哎，到老了你不晓得，有一次哦，我加持的有一个年纪大的阿婆来，师父啊，我身体不好，麻烦你加持大悲咒水。好，我就跟他加持大悲咒水，加持完了，啊，阿婆，那就给你啉汤去，阿姨就，伊讲阿叔那也无半滴，啊，我讲啊，你都抓了了，要较有，啊，伊连一杯，啊，大悲咒水，我这样拿给他，他一抖抖光了，他才几岁，七八十岁而已。叫人家活200岁，神经病啊！
这很累的啊，这种祝福是很残忍的，就叫人家活两百岁，你要不要啊？对不对？你活两百岁，这很可怕的啊！你有想过你要活两百岁是怎么样吗？对不对？活两百岁，男的不像男的，女的也不像女的，女的该有的已经没有了，该没有的已经有了，就通通没有了。一看起来像圆滚滚的水孔一样，也没什么身材，嗯。祝福你两百岁是很可怕的，哎，所以说呀，很快的啊，很快的，生命很快就消失的。哎，不过诸位啊，很有福报啊，今天来上这个临终切要啊，这个很有福报的啊，还不花钱呢，还可以听笑话呢。啊，诸位看第二页啊，啊，这熟悉的环境断气比较急啊，安适。而且呀、啊，便于助念啊，方便助念。第四，病者的饮食啊，啊，尽量用这个素食为主。如果说年纪大了啊，实在没办法，就用果汁机啊，果汁机把它捣碎啊。第五，病者应该事先呢、啊、立下遗嘱，所以你们今天听课啊。你自己要心里准备，真的，什么时候要走不知道，真的，嗯，我的遗嘱是立好了，我的遗嘱都立好了，哎，都立好了，对不对？我要在生命结束以前，把所有的钱花光，布施，哎，印经典。我做我的徒弟，我留下四个字给徒弟，叫做慈悲喜舍。哎，修行人的风范，哦，就不留财产给徒弟，嗯，不留财产给徒弟，这遗嘱都立好了。啊，我走的时候啊，随便呐、啊，活化了，把这个遗骨头啊，把这个骨头啊，你要磨成粉末状，喂这个鱼啊，都没什么关系。啊，说要拿起来供养做纪念，也没什么关系。哎，你就说师父，那舍利子怎么办？我说那大概没有吧。那如果有的话，可能要先向虚云老上借两粒来放着，两粒来放着，火化以后就它烧不掉的嘛，是不是？哎，死人还要做表面功夫，也很麻烦啊。舍利子还要用借的，哎，所以啊，你们听完了、啊、要好好的自己啊，关照关照。底下说啊，令这个子孙啊，在后世的处理啊有所依循，哎，有所依循。哎，不过有的立这个遗嘱啊，立的实在很离谱。有一个人立遗嘱，立什么？我死后。把我所有的财产变卖供养慧律法师。这一听当然很高兴啊，哎，有一天来到讲堂说，师父，我遗嘱立好了。说，哦，那你写什么？说我死后啊，财产全部给你。我说你今年几岁啊？他说我31。我说相信是也不知道，你写这个敢袂伤寒？我搁等你死哦，我改来躺较快哇！我还要等你死，我自己赚比较快啦，对不对？你31，我已经40多了，年过半百啊！这外省人讲的，年过快50岁了，还等你这一点点？我说那总共多少？大概有10几万吧。实际我印一次经典，上个月就印200万了，所以有的立那个遗嘱啊，实在不忍心看下去，乱写一通，牛腿不对马尾，哎，立那个遗嘱啊，要立得很贴切的，哎，贴切的。第二，临终到断气后16小时内。啊，一不要令执着的人靠近，啊，
尽可能呢、啊、哈，尽可能呢、啊。比如说啊，夫妻啊太执着了，看了以后走不开，哎，或者是母子啊、母女啊，当然要看也可以啊，也看你自己的内在的功夫啦、啊，啊，看我们内在的功夫啦、啊，哎，所以叫大家，师父叫大家平常啊，就要训练不执着。平常临终是平常的功夫，千念万念就在临终一念。今天我们呢、啊、千念万念就在临终一念，养兵千日、啊、用在一时。读书读了三年呢、啊、就是为了联考那一两天，所以平常要下真正的功夫，哎，不要骗人。再来，不要令执着的靠近自身情爱或者是嗔恨心。第二，如果生病的人大量的出血，为了防止这个虫蚁爬上这个尸体，可以在病床的四个角放这个水盘，就是这个盘子装水啊，这个就是弘一律师临终的交代。我看《弘一大师传》，临终就是用这样处理啊，四个角啊，四个角啊，那么都放水。我们现在的床铺啊，比较少看到这样四个角的啊，我们现在的床铺都是 middle 大的床铺，都是比较大的床铺啊，现在比较很少了。不，所以啊，我们活着的人去帮助这个临命中的人，要注意看有没有虫蚁啊，或者是有飞蛾这些昆虫，要尽可能把它啊、哦、弄开来啊，不要啊干扰到他往生的正念。第三，刚断气的时候千万不可以马上送这个冰库或这个或者是施打防腐剂。人的神识啊有没有离开凡夫没办法判断，当然我们去助念啊好几百个人，我们是很内行，怎么样能够判断一个人真正死亡呢？是不是呼吸结束停止就叫做死亡？不对，要到全身冰冷，这个很重要。你要怎么样判断一个人真正的死亡？要到全身冰冷，而且你在触碰这个尸体的时候尽量不要去碰，把念佛的时间延长。一般人临命中助念八个钟头，我反对，我反对，我认为临命中要助念十六个钟头，能够的话是24个小时都一直助念。为什么？你找那八个钟头，找那十个钟头，对我们活人没什么意义，可是对亡者却很重要。那个时候正要往生的时候啊，他全身的体温还没有冰冷，一下子就送到冰库去，这个就是寒冰地狱啊。但神是一痛苦，生嗔恨心，马上就下坠了。记住，千念万念就在临终那一念。读书准备了三年就是为了联考，今天行善念佛打坐参禅啊，就是为了了生死，怎么可以为了助念八个钟头就马上啊就把它移动翻动这个尸体？这个我很反对。十六个钟头最好是24个钟头，最起码你一定要知道说这个亡者前身有没有冰冷，那这样才可以确定神识，才脱离。
那个时候要洗澡啊，换衣服啊，都可以啊，也不要施打这个防腐剂啊。有的人就是要急着换衣服洗澡，说没有换衣服没有洗澡他得不到，这个就是严重的错误的观念。意思就是在断气以前啊，把他身体啊衣服要全部换好。如果你能够知道说在你换衣服换好他还没有断气，那这当然是很好啦。可是万一你正在他正要断气的时候，你又要跟他洗头洗脸又要换衣服，那这时候他是如深龟脱壳的痛苦。在经典讲，我们人的神识啊要脱离这个肉体的时候，那当然除非大修行啊，行大善的人啊，像诸位啊就是大善人啊，来参加佛学夏令营明因四果啊，知道今生今世要赶快做善事啊，多念佛，那临命中当然就是神识就很容易啊摆脱这个肉体啊。